我们中日韩的朋友们，我们到美国去。 美国都认为这是亚裔人，是吧？他们分不清中日韩。包括我们到欧洲去也是一样，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，鼻子修得再尖，你也变不了欧美人，变不成西方人，是吧？嗯，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。继续要。 还是来之不易的。中韩三国和亚洲各国都应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，弘扬包容的亚洲价值，培育战略自主意识，维护地区团结稳定，抵制冷战思维的回潮，不受霸权霸道的胁迫。 要把本国和本地区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당시 외교 부장과 한중 외교 장관 회담을 가졌습니다. 이나 교류를 추진해 나가야 한다는 생각을 아무리 내외 환경이 高齢化を話すには最もふさわしい場所に来たことで。 高齢化を問題と捉えるのですが、2020年と思いますと、60歳以上人口に、